天气越来越热了，真有夏天的感觉。这种时候果然还是要喝冰镇果汁解暑吧。说起来，我们还一直没能买到晨曦酒庄的特价葡萄汁呢。我有种时机已到的感觉，也许我们早一点去晨曦酒庄就能买到了。我们赶快出发吧。桂安两位，好久不见了，你们还是很有精神的。艾德利女仆长，你好啊。两位是来找迪卢克老爷商议要事的吗？确实，既然艾德琳小姐站在门口，还是直接拜托艾德琳小姐吧。艾德琳小姐，我们总是错过酒庄的特价葡萄汁，这次想早点过来预定。我们多付一点定金也可以哦，请给我们预留一瓶吧。当然没问题，完全不用定金，只不过要麻烦你们稍微等等了。晨曦酒庄的特价葡萄汁需要不少准备时间，每年夏天迪卢克老爷都会亲自挑选两桶品质上好的葡萄用来制作特价葡萄汁。为什么要把良品低价卖出去呢？品质上好的葡萄明明一听就很贵啊。老爷没有明确解释过，我也只能揣测他的想法。特价只是一种手段，标着特价的商品往往能吸引更多顾客。也许老爷希望用这种方法让果汁流行起来，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选择，酗酒的人能找到理想替代品，这样就不会在酩酊大醉后闹事，不能喝酒的人们也可以获得别样的乐趣。老爷不是计较那一点小钱的人，也许相比毫无节制的增长营收，他更希望人们都能适度饮酒，享受美酒和生活的同时也保持理智，不给别人增加麻烦。这不是很好吗？迪卢克老爷可真是用心良苦啊。所以现在迪卢克正在挑选今年的葡萄吗？暂时还没有，等到老爷处理完手边的麻烦时就会开始这道工序的。如果你们有兴趣，老爷或许会邀请你们参考你们的建议。两位是知道的，老爷常常听见风声，提前去招待一些无礼无德之徒，这次也一样。今天老爷大概是去音响海滩附近了，还请两位少安无躁，先到酒庄里边坐坐吧。我还要在门口等待某些客人，海莉和摩可会招待你们的。无德无礼，有点不明白艾德琳小姐的意思。哎，难道说的是对付暗中作祟的深渊教团吗？作为迪卢克老爷的伙伴，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理。如果你们两位愿意协助也是一件好事，毕竟你们是老爷信任的人，实力有保障。感谢两位主动伸出援手。没什么啦，迪卢克老爷早点闲下来，我们也能更早买到好喝的葡萄汁嘛。走吧，我们现在就去音响海滩那边看看。那边好像有一个营地，迪卢克居然在野外扎营了。总觉得这种事不对劲，难道敌人很棘手，变成了持久战？我们快过去看看吧。看起来不像是迪卢克的帐篷，或是冒险家的营地吗？那里有一张纸条和一本笔记，我们读读看吧。看这张纸条的口吻，好像是迪卢克认识的人呢，就先叫他老爷朋友吧。他在这里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给迪卢克老爷留下纸条以后就离开了。真粗心啊，这种纸条要是被别人看到了怎么办？还有笔记本也没带走。
不过这么说来，海滩上那个奇怪的地脉淤积点，周围没有魔物，也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呀。你还想读一读老爷朋友的笔记吗？如果你不想读了，我们就直接过去，凑近点看看吧。是迪卢克老爷吗？和平时的迪卢克不太一样呢，锐气满满，很有干劲的样子。难道这就是正义人火力全开的形态吗？确实呢，仔细一看，这个迪卢克好像更年轻。但是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呢？迪卢克为什么要在这里战斗？等到之后去问他本人好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来看看以前迪卢克战斗的作风吧。结束了呢，迪卢克赢得还挺轻松的，不愧是他。可是现在这里只有一些过去的幻影，好像也没什么危险。所以说迪卢克已经收工了吗？如果我们再触碰那个异常的地脉淤积点，还会有魔物出现吗？以前的迪卢克呢？就像以前在其他地脉淤积点做过的那样，打败所有出现的魔物后，异常的现象就会消失了。不是啦，只是有点不放心。万一有好奇的路人凑过来看热闹，结果呀的跳出来一只魔物，哐的给他一棒，就糟糕了。这样听起来才足够危险呀。反正我们原本就打算帮迪卢克的忙，帮人帮到底，干脆多待一会儿，确认没危险再走。倒也没有啦，只是为了好喝的葡萄汁。好，你再努力一点，等拿到葡萄汁，给你多喝一口。两位，你们终于回来了。没想到一去就是这么久，实在辛苦你们了。哪里哪里，是我们主动提出帮迪卢克老爷的嘛。说起来，迪卢克老爷回来了吗？我们去影响海滩的时候并没有看见他呀。不好意思，我也不清楚老爷的行程，只是听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天使的馈赠。已经是惯例了，每次处理过麻烦事后，老爷都会谨慎的收尾。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两位不必心急，先到酒庄里休息一下吧。结果我们和迪卢克老爷的节奏完全错开了。这次就在酒庄等等他吧。说起来，艾德琳小姐平常都在酒庄里忙碌，这段时间为什么一直站在门口？难道你一直在等迪卢克老爷吗？这样站着也太辛苦了吧。哎呀，感谢关心，我还有任务在身。老爷嘱咐我在这里迎接一些特别的客人，对于某些特别的客人需要加以劝阻。老爷说了，事态特殊，希望这些客人近期能跟酒庄保持适当距离，以免节外生枝。艾德琳小姐的话好难懂，但听你的语气，应该是很重要的工作吧。感谢两位的理解与帮助，你们已经为迪卢克老爷奔忙这么久，这些费时的琐事就交给我吧。两位要是有心，还请帮我把这封信带进屋里，放在进门右手边的桌上。
那里有一些已归档的信件，把这封信排在最外侧即可。这是寄给迪卢克老爷的信吗？对，这是老爷的线人寄来的信，只能交给老爷的心腹处理或保管。这么说来，我们也算是被迪卢克信任的人了呢。当然，你们可是老爷重要的朋友，那么这件事就有劳了。桌上有好多信。看样子迪卢克出门前刚好像读过这些信，那他确实挺匆忙的。艾德琳小姐拜托我们整理信件，可我们又看不出这些信的顺序啊，只能读一下信的内容，大概判断一下来信时间了。的确呢，我们把信件摆放整齐，应该就差不多了。来了，动作很快。突然出现了。为什么这么慌张？艾德琳小姐让我们帮忙把这封新的信件归档，可我们根本分不清先后顺序。这些都是你的私人物品，不经允许就读别人的信件，也太没礼貌了。不必紧张，再说看你们的表情似乎很感兴趣，信中写的都是些陈年往事了，我留着他们只是为了保存信息。最近有些事情况特殊，为了确认细节，我才重新翻出这些信。这件事你们也有参与，想知道相关信息的话可以看看，有好奇心不是坏事。这么一说，你身上好像有股山地水果的清香，啊，是去了有洛洛梅的山地吗？很敏锐，我确实去了趟望风山地，详情稍后再谈。不对啊，我们明明还有重要的事没说，还有好多问题没问迪卢克。还是先帮他整理信件吧，既然他本人都说不介意我们读信了，那我们就稍微读一下吧。不太明白这是在说什么呢，要不我们再读一封信吧。
继续读其他信吗？你应该有头绪了吧？好哦，你要仔细分辨时间哦。我们就把信件的顺序都排好吧。能猜到一些事了呢，迪卢克老爷以前好像还挺辛苦的，不止被以前的骑士团误解，还有各种限制，正义人还真不好当啊，总是一个人战斗，身边的人都因为各种现实因素没法帮忙。嗯，也对啊，而且现在有我们了，我们可以全力帮他。对，是出于友情，绝对不是为了蹭葡萄之喝。等等，哎，怎么了？迪卢克老爷，你换这身衣服了，还把头发扎起来了呢，突然好有仪式感。这身衣服你见过？在发生异常的地脉旁见过，那个应该是以前的你的幻影吧。哼，不值一提。我们能问问吗？以前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会在那里战斗？老样子，对抗图谋不轨的深渊教团而已。深渊教团曾发起一次多线攻势，不过很可惜，还不是我的对手。当时我们在鹰翔海滩一带战斗，种种迹象都被异常活跃的地脉记录下来。最近地脉应该是又紊乱了，释放出当时的种种信息，才被你们所知悉。一旦处理完那批魔物，只要不主动触碰地脉淤积点，他就不会再活性化。如果置之不理，骑士团一定会接管这件事。以他们的作风，绝对会调动人手看守地脉。骑士团负责这件事不是很好吗？骑士团的人手大多出征在外，机动兵力本就不充裕，现阶段还无法判断这起异变是否是深渊教团制造的诱饵，贸然调动人力就可能顾此失彼，遭到偷袭。再说我也懒得跟骑士团的人多说，比起把时间浪费在交涉上，我宁可亲手处理此事，抓几个深渊法师当人质，查获情报，确认深渊教团的动向，这些都不是难事。至于骑士团那边希望他们配合的事，我也已经托人转达了。
处理麻烦是骑士团的本职工作，事发时他们理应在场。理念有别，我不太喜欢跟骑士团的人一起行动，但像这种程度的互相关照还是可以有的。总感觉迪卢克老爷对各种事情的掌控力都比以前更强了呢。充分利用每一股势力才能妥善应对危险。总之多谢你们出手相助，艾德琳都告诉我了，这是谢礼，收下吧。啊，葡萄汁啊，包装好豪华呀，这个是不是很贵？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葡萄汁，用到了最高品质的果实，正好有没开封的，拿了一瓶给你们尝味。我都不知道你们喜欢葡萄汁，下次不用等着买什么特价商品，自己到库房提货就行。至于花销记在我账上。以后逢人就说我们是晨曦酒庄的贵客，毕竟这瓶葡萄汁至少值好几万摩拉吧。就这么送给我们，迪卢克老爷，谢谢你啦。晚上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吃晚餐，我已经让艾德琳安排下去了，不过在那之前还有些小事要处理。当然被动不是我的作风，虽然刚才提到我曾抱有怀疑，但多方调查下来，此次事件应该不是神元教团所为，既然是自然现象那也该去收尾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收到了这么好的葡萄汁啊？不是不是，毕竟哪怕有着九成的胜算也不能掉以轻心嘛。态度很不错，既然如此走吧。好，这次正义人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出发出发，最后的战斗，搞定所有麻烦。有大家在身边，伤口就撤。嘿，哈，烈焰斩毁。命运的虚影。烈焰斩毁。哈，到此为止了，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异常的地脉淤积点就会消失，毕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看来正义人也需要伙伴嘛，不能总是让迪卢克老爷一个人奔波，帮手多多益善。伙伴，很久没跟别人一起行动了，这种感觉也不坏，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继续合作。